有一位广东的听友问道，一件重要的事情交给团队成员去做，也约定了达成的标准和时间，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他总是忍不住要去过问，最后这件任务又落在自己的手上了，非常影响事情的推进速度。他想知道如何去避免这种工作不受控的情况。其实这位听友的问题，我相信如果开公司或是做管理的应该都知道，这是个蛮普遍的现象。其实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不是一个单一的解决方案，如果这么简单的话，大家早就没这个问题了。这牵涉到两个层面，一个是办事员的个人的能力，另一个是他的驱动力。一般我们指派给团队伙伴的一个任务，是想让他能够把结果又快又好的完成。其实一个简单的答案，就是需要提高他高效的能力，也就是他的效率跟效能的产出都要好。如果他能够做到这一点，再加上他的积极主动性，我相信大家就不会碰到这样的问题了。首先呢，我来讲一讲个人的驱动力。在日常的工作中，我们总是想把团队员工管理得更好。其实呢，我一直强调，人是很难管理的。就算一个人顺从，他也是表面的顺从，心里面不见得会顺从。真正要推动一个人，只有靠谁啊？靠他自己。我举个例子，你的老板指派个任务给你，如果强迫你去做，那你当然只能接受去处理。可是如果你不太认同这件事，你的驱动力就会很弱，结果也不见得很好。所以呢，只有自己才能够要求自己全身心投入去做好一件事。带领团队也是一样的道理，唯有让他主动的愿意去做，效果才会最好。那么你在指派任务的时候，有没有一个简单的步骤流程，让你的团队伙伴知道做这件事背后真正的目的用意，包括对于客户的意义，对于公司的意义，对于他个人的意义。这三个意义如果都要很清楚的话，那他的驱动力就会简单化。不管是下属或是同事，这都是一样的沟通的原则。你必须要先把 why 为什么讲清楚，讲清楚之后，他如果认同，他的动力就简单化了。你都不用去推动他，他自己就会觉得应该要这么做了。这个原理并不是要去激励他，而是你要把背后的原因列成一二三四几个步骤，再用这几个步骤去跟他沟通。所以呢，你在跟团队指派任务的时候，要预先把你要沟通的背景原因规划出来。如果你愿意，最好把它给写下来。通常我们记性都不太好，你写下来看得清楚，会简单很多。再来呢，关于个人能力的方面，我们在沟通任务之前，就要确保这个被指派者的能力是不是胜任，能在我们要求的期限之内去达成所要的产出结果。所以你要列个很清楚的产出目标，最好是可以衡量的数字化、数值化的东西。有了这个衡量的目标，沟通就很清楚明确了。再来，如果他的能力不足，那么这个指派的方式也要不太一样，你需要先仔细的教会他怎么能做得到。所以其实指派任务不是一个简单的交代或是沟通，而是一个完整的流程步骤，里面有一二三四五这些明确的沟通方式跟内容。而如果你照着这样的沟通的流程，指派的效果会改善很多，你也就会很愿意以后都改成这种指派的方式了。这也就是一种思维惯性的改变，包括你的还有你团队伙伴的。这位听友如果能做到我刚才所说的这些，你就有更好的机会跳出这个死循环，而能够逐渐地掌控自己的工作，让团队开始发挥起来。所以其实你要做的调整也不难，就是先规划要去指派的步骤，列出一二三四五这些步骤，再去沟通，接着去做，就不用太烦恼，工作的进度就会加速很多。这就是一种高效的方法。